那四根胖乎的火腿肠，给他扒去外衣，穿签子，给他改上花刀，油温五成下锅炸，锅留底油，孜然芝麻烧好料，辣椒粉精盐搞里头，烤肉酱刷料，街边最火炸香肠就制作完成了，上方红心帮忙点亮，求求大家了，没有你的双击真的不行，让我也上市热门，感谢大家支持。我先搂一口。